Maybe I'd never know your name. But still I'm filled with fascination. 马上开始第二趴。累不累？眉间、中间、眉间、平淡、眉间，一个是干不和谐，一个是平淡，一个是干干唱得很好，唱进去就可以了，就是四句就第四句，其他的很好听。粤语真的是在这几个星期哇，一直好上去，很厉害啊！因为他跟普通话是不太一样。哎，你第一次呢，还记得吗？因为我好像知道有一些在粤语里面，你找到了，完全不知道。对，现在就是可能我注意不到，但是老师跟我说，我可能就大概知道。上头星星哦。